another global problem to try and keep COVID under control. But the solution cannot be worse than the problem. 2022. You know?Yo, string them, owe me. Call me that daddy like you owe me. Alone we, 没尽头的 girly. 不祝你身体也可入侵你的心里。说要把我清理，我只对此表示充斥愧底着急。小区全部一户一户聚集，大白和小孩逼我一个一个狙击。奉献生计，我也全心从不缺席。全民为我沉迷，这盘棋将由我布局，由我花个太极分，难辨超级，把焦点给转移，把专家给调离。封锁消息，大家陪我庆祝清明。核酸还在采集，邻居还在相互猜疑。但你越怕，我长越大。你的口罩会被我卸下。现在只是扭到小时下，不断进化，直到你们在我统治下。今天在政协医疗卫生界会场直言，部分国产疫苗质量不达标，严重影响预防疾病的效果。我目前已经隔离超过40天，本来不想细说，但我有的是时间。朋友圈的朋友已经快出太平间，所以现在我想签署一些事实线。看似台上在疯子，那是精彩的痊愈；台下在公司，那是混乱的痊愈。众人恐惧、焦距、焦虑，最怕阳性的牢狱，总是当机的程序，以及悲剧的连续。我要控制负面情绪 ，Stay positive。但是楼上刚被抓去，他是 positive 的 opposite。新闻说有5星酒店住，废墟般的建筑物 ，Happy April。这是 hotel 还是方舱的 hell？ 我慌张的要了莲花清瘟的药，人在气愤的笑，狗被丢弃的叫，网上被爆的料全部都删得掉。好像只要戴上高层命令，戴上白色面具，可以忘了人性。follow 指令，受命大于救命，首领必须孝敬，管你如何哭泣，规矩他们制定，权力不可抗拒，很确定百姓已放弃，怎么办？现在我自己的药都吃完了，也没有吃的了，怎么办？要我们自己来承受，怎么我无能为力。要看得我等死了。现在还落空的战队是来逼谁站队，是谁要上位，又是谁在犯罪？好像时代在倒退，事实不能被面对，人民不再被捍卫，社会正在被割裂，怎么办？最近有人抢购和囤积生活物资，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大可不必，不要去做那种事后自己都觉得非常可笑的事情。怎么电视新闻总是都不报时事，说14怎么后来又加14？这个情势判断模式变得太形式，我有同事公司加额都14，不过不看电视你可以看演唱会，你缴的税没付别的付了演唱费，你还天真以为救济物资已到位，贪官受贿所以物资没给你分配，还有多少长辈胸闷发昏发急症，无法就医所以就因他没通行证，瞎行政的录音不难招民恨，为国捐躯的时候不曾给予他名分。我不跟你分开看也是不能看的吗？这个东西就假的嘛，老百姓看的东西都假的嘛，现在对，就是彻底的扯一个字。小区在喊羊们赶走，羊赶走，把羊赶走，小区还在喊羊们赶走，羊赶走，把羊们赶走，封住他家门口，把绵羊斩首，干脆快走，走了不要回首，开始联系大手，不管他是阴阳与否，知道自己要被带走，突然他先改口 Now what， 没有选择只好打给12345，发现电话两边都快崩溃，都是苦，真面目是靠政府，看起来不是太靠谱，三餐的养父母亲手才是你救世主，小区也一直找不行的山寨，解封日的计算，数不清的病患，被派强制看站，官员每天在换，超市前面暴乱，黑市全面泛滥，评论区很精彩，下单必须尽快，物资就是命脉，我一块没剩菜。From the lockdown city we free the lockdown city yeah， From the lockdown city we free the lockdown city Lockdown city, yeah. Free the lockdown city, Free the lockdown city, Free the lockdown city. Yo, real stories, man. 菜都抢不到，刚刚录音录到一半还要去抢菜，结果还是没抢到。政府发的东西又不能吃，都是过期的。说解封，给你2-3个小时出去放风，然后再把你封起来。Shit's ridiculous. But yo, guess what?我刚刚说的那些事情后来都被辟谣了。So I guess nothing really happened. This is all purely fictional. In this lockdown city, y'all.